安全这根弦啊，没绷紧的还要说下面这位。如果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，车辆的引擎盖弹起，砸中了挡风玻璃，你会如何处置呢？是第一时间靠边啊报警等候救援力量，还是略作处理后报警驶离高速，还是说呢报警后任由引擎盖靠在挡风玻璃上继续驾车驶离高速呢？相信很多司机都会选择前者。可是最近呢，居然有一位驾驶员啊，在引擎盖掀起遮挡视线的情况下，在高速上盲开了十多公里。11月15号傍晚5点左右，在 G15 沈海高速安东收费站附近，一辆黑色轿车前面的引擎盖掀起，观察前方，在第三车道上以60码左右的速度行驶。我自己有点痛苦，有点痛苦。你怎么开的？引擎盖的车。引擎盖开的车是吧？对。引擎盖紧的开的是吧？对。你觉得危不危险？不行。最终，高速交警对驾驶员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。